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将玩的就是魔幻三侠 Tree， 没错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哦，这听过。不要再。好喽，现在是骑士，希望这次不会是死之骑士啊。不过这骑士穿的盔甲太胖了一点吧。我想要。啊，忘记了。啊，克隆伯。哦、又是一个要好放的小玩意儿，可是我想要下面的东西啊。队长，这个是安全的吗？好像是安全的。好，那边真的很难弄啊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好，先换成，哎、欸，要打王的节奏吗？过后，不不不，哇哈，啊，死掉了。完呢！啊！来来来！哦，每次都来这一套。哦，又死了！喂，该死的东西，交替死，烦的，那东西跳又跳也跳不高，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已经接近那个地牢之类的东西了。啊！城堡里一定有食物，我们赶快去吃东西吧。这骑士怎么那么肚饿啊？哇哈 ！Use and turn lever。哦，なるほど。我刚才就这样直接跳下去了，你知道？如果这时候跳下去，会不会直接爆炸？虽然我有看到下面有东西啊，可是我根本就上不去就算了。进去啦！然后一定要讲话。当然。进去了、啊，进去地牢里面了。那个骑士想起了他的那些童年，是不是？嗯哼。哦，因为骑士以前在地牢内生存，就是以前在那边弄的。It's a dungeon.
That's what it's supposed to do. Fear not. 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我这看不到我的那个我录多久哦。骑士显得相当兴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兴奋。We are invincible. Ah! 这边需要一个巫师。哎呦！这边是不是需要夹着它？然后接下来是你吗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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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接下来要去哪里？这样可不对哦，这样我不知道接下来哦下去吧。阿卡西亚冲啊！呜呼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可以挡火吗？可以耶！该死！这个地方不能下去。哦，这边需要一个巫师。太恐怖啦！可能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好了，哦哦，哎，你怎么爬不上去啊？巫师吗？需要你。先把这解决掉，好了。哼，把它推过去。然后这东西。该死的！哦，好的。No！ 大雄，不要这个时候过来。很生气耶！哎，算了。跑、哦！好，我走过来。不过很可惜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拿不到东西了。哎。死掉了！我没有注意到这边有这个东西啊！就其实死人惨。
Why？ 是 W 不是 E D， 好，哇，可以这么方便啊！我下来啦！该死的，本来好端端的，我操！这可以。轻松的用这种方式来挡吗？呀，是我的盾牌啦！拜拜。这边上面感觉有东西，可我怎么上去？难题啊这！先存档。太恐怖了！大雪鸟哎！哇吼！吓我一跳！哦，这是收集的物品就可以。该死！会不会气死哦？真的会不会气死？复活啦！我就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……
想要吃那个东西。等一下啊！What the heck？ 好了吧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受不了，气死了！啊，不对啊，下面有东西啊！好，这边是一 D， 好，该死，单纯的被那个东西气死。No！ 啊，算了，又吃不到了。小，下面有东西吗？看来是没。他这样子其实，我发现这个说容易死，哎，也是很容易死啊，只是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拿到了，万岁！等等哦，啊，天哪，巫师！啊，这不能用这个了。这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应该不会攻击。拿，我真聪明。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一，然后按这个。哦，下面可以走哎。然后这个要找你，然后按这个。好，嗯，那我刚刚是怎么看他那个是他那个刚刚的那个物品架是怎么看到的？不管了，冲啊！这个，啊哈。好了，下去喽。小心哦，小跳。嗯，这可以挡着是不是？可以。快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哇，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先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拿走。等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要？没东西可以压啊。
大差点死光光哎、欸！那死光光可不是开玩笑的。What？ 哦、oh, ，那边有个神秘的生物在攻击我了，可恶！等一下、哦，这要用人的。哎，哦，开始。被自己的魔法给气死。卡住了，哇，这么神，太爽了，爽啦！吃到吃到吃到！哦，快被气死了！啊？这到底算不算解谜啊？忍不住怀疑。此时此刻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干嘛的？我相信你可以的。OK 了。为什么我不拿这一把剑？真的快死光了哦！呜呼！啊、哦，还好，稍微补了一下血。该死的，这可以这么神勇？天哪！杀啊！冲啊！打！骑士家，好的，莫名其妙突然就冲了出来。哎呦，有打中哎、欸！哦天哪，这地牢真的还蛮恐怖的。这个东西似乎就是我们在寻找的。不管这是什么鬼东西，哎，这个东西好像有看过，这就是那个象征吧？这个，管它，反正我们不要死掉就好。
啊咧，还蛮快的。第二个图标之类的吗？这表示的自我跟力量，然后它保护着，不，已经保护着的啊哈。King and his men by this. 好长。经过数十年，很多骑士跟国王已经试着去接近这个东西，可是没有任何那个效果。啊。然后 heroes 啊，已经来到这个城堡的门，然后他们已经要了。我突然发现说这个地方其实有路线的，只是我刚才都没有很注意去看它。这跟我想象中的城堡不一样啊！我也不敢相信这个、啊。他们已经转变了，我们已经变换了。哦，他们，what？ 哎，这会被。救命哦！哎呦，好恶魔啊！这属于保护性质的，真的哦。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哎呀！跟笨蛋一样。等一下，我用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把？可以耶。虽然我不能够说这个东西很有效。又可以学习了，我决定要给increase fire damage， 增加火焰伤害。可是我觉得要给他一点多一点的攻击，那个防御力跟攻击力。啊！死掉了。该死！太不小心了。忘记这个地方其实有塞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哈，这样子说啊，天哪！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想办法回来。哎呦！这很难调哎。
冲啊！哎，该死！这样子的话，东西不能拿，我也不能存档，最低、最烂的事态啊！あれ？あれ？はあ。はあ。变成说我没有盗贼之后就各种不方便呢，该死！哦，我看到机务点了，大需要我上去。哎，拿东西了。来拿，我来开东西，我来开箱了，开箱。看到了 Eagle， 为什么是 Eagle？ 管他，把这拿下来。踩在他脚下的东西也不能移动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拿东西拿完了。冲啊！哦，合理卡在，我再去存个档，然后就可以先结束今天的。No！ 站过来一点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存档 ，yes， 好了，今天到这里为止。哦，天哪，我会被这东西搞死，因为这个东西被刺死的几率比较大，好难过哦，天哪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喽，那我就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见喽 ，see you， 希望不会那么容易死了。